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外文大学。这一讲我们的主题是终点的表达。我们在进行任何的交际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一个时间的问题，对吧？所以说，如何用葡萄牙语来表示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主题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去用葡萄牙语表达时间。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主题当中的内容。有课文和单词内容的讲解，还有一个具体我们去看，每一个时间应该用葡萄牙语怎么来表达。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课的词汇讲解部分。首先我们来看单词，先读一下这些单词。Atrasado, certeza, coisa, escritório, esquecer, hora,Reunião, sábado, sempre, tão. 好，我们来看一下，逐个看一下这些单词。我们先来看一下 atrasado, 这个符号啊，叫做过去分词，叫做过去分词。这个词是在什么上来的呀？那么它的动词叫做 atrasar-se。这个词叫迟到，还记得吧？之前我们已经出现过这个词 atrasarse。我们来看一下啊，分词是怎么来的？以 ar 结尾的动词，比如说 estudar， 以 ar 结尾的，那么在它进行动词变分词的时候，要变成 estudado。那么普通的，比如说 comer， 以 ar、ir 结尾的 partir， 这个时候它在进行。所以 comer 就应该是 comido, partida, partido。 变成分词之后，这个分词大概就能够起到一个形容词的作用，只不过呢，这个形容词它要么有被动的作用，有被动的意思，要么有完成的意思，这个 atrasado 就可以表示迟到的、晚到的，所以你看，我们说他迟到了，可以说 ele está， ele está atrasado， ele está atrasado。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certeza， certeza 叫确定啊，阴性名词叫做。a certeza， 我们来看一下 a certeza。通常我们一般说，当然可以说 con certeza， con certeza， con certeza。我们往下来看 coisa， 啊，事情 ，a coisa， 东西、事情都可以啊。escritório 叫做办公室 ，escritório 叫做办公室。啊，阳性名词 o escritório， 当然这个可以表示事务所啊，你比如说这个律师事务所叫 o escritório de advogados， 叫做律师事务所，这个经常能用到啊，尤其是如果你们是办理居留啊，或者说办理移民啊，经常会跟这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打交道。我们往下来看 esquecer 叫做忘记。及物动词，忘记了什么事儿。当然了，它也可以，经常用到的也有它的反身动词 ，esquecer-se 叫忘记。比如说我总是记不住那个他的名字 ，eu esqueço-me sempre。do nome dela， 看一下这个啊 ，esquecer-se 最好要加上一个前置词 ，esquecer-se de， eu esqueço-me sempre do nome dela， 我总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啊，就我总是忘了他的名字，忘记。好，我们往下来看这个 hora，
ora 叫做小时 ，ora 小时，阴性名词 a ora a ora。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小时叫做 uma ora， 那么两个小时呢？哎，注意阴阳性啊 ，duas horas。尤其是个 ora 的 aga 是不发音的，而且要注意它的连读 ，duas horas。我们往下看 ，ora 既然是可以用一个、两个、三个这样来表示，对吧？那它也可以用半个来表示。那么半小时就叫 meia hora。那 meia hora 就是30分钟，三十还记得怎么说吧？叫做 trinta minutos。trinta minutos。好，我们往下来看会议 ，a reunião， 它是动词。Reuniras 的名词 ，Reuniras 叫聚集、聚会啊，集会。我们来看啊，会议室那个词还记得吧？啊 ，sala de reuniões。哎，我们再把这个 reunião 进行这个复数变化的时候要注意啊，以 on 结尾的多数都会变化成 ões， 虽然不是特别绝对，但绝大多数是这样啊。我们再来看下个单词，叫做 sábado， 啊 ，o sábado，o sábado。来看下一个单词，副词叫做 sempre， 总是、经常、总是、经常。我们刚才 esqueço-me sempre do nome 啊，我总是忘记他的名字，或者叫一直啊，也可以叫一直。比如说 va sempre。Va sempre in front， 一直朝前走啊。Va sempre in front。嗯，下一个单词叫 down。嗯 ，down 叫如此、这样。一般它后面加的是形容词，因为它是副词嘛，副词句就是形容词。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感叹句。之前我们说太漂亮了，叫 que bonita， 对吧？嗯 ，que bonita。那比如说我们说的是花。叫 flora 叫花，它是阴性的啊。flora 我们想说是花太漂亮，也可以直接用 que flor 加个 down 加上一个形容词 bonita， que flor tão bonita， 花太漂亮， que flor tão bonita， 花太漂亮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啊，那小男孩太聪明了， que menino tão inteligente， que menino tão inteligente， que menino tão inteligente。 哎，整个这个单词的讲解啊，我们再来把单词给读一下： atrasado， certeza， coisa， escritório， esquecer， hora， reunião。Sábado, sempre, down,